我在付款的时候发现忘了带钱了，我说那我就请你吧。老奶奶也挺不好意思，坚决不要，但是我就硬塞到她手上。但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有个老头进来了，我说我老母亲刚才买了一只雪糕忘了付钱，我来把钱给你。我也是坚决不要，但是那老头也挺强硬，把钱扔到吧台上转身就走了。